谢谢大伙儿啊。怎么了您这是话筒先玩一小时钓鱼来了。刚才我这儿海竿。你们几个干嘛呢？把话筒扶一下子来撅着一个。刚才呢欣赏了一段这个弄话筒。多火爆。刚才这四位表演了一段是吧？对。就还有这个再加上刘晓婷一共四人。不是不还有只鸡吗？对不对？鸡不能算啊，这个这烧饼和疯狗，还有鸡，鸡犬升天。呵，那小词儿整的啊，还叫上了一个比较过气的岳云鹏。岳云鹏可以没过气儿，对，很火的。对，尤其参加逗笑社的这帮演员都是很火爆的。嗯，是水涨船高。对，逗笑社节目一播出，我们的人气都在增加，主要是挣多一点。对对，这不昨天来说吧，嗯，昨天你看。我们录节目当中有一个观众啊看着我，哎，阎鹤祥认识，这是真的。你们看这个节目播出都会有这一段。嗯，我还跟他开一玩笑，我说我有那么丑吗？他说有。这都是真的。其实你俩人比分咬得很紧。咱们肥也别说肥，对于我来说吧，在德云社当中啊名气一般啊，也就是没有什么名气，就那么一滴呢，咱是中不溜吧。哎，但是人说咱没有什么大电影来找我，也小电影呢也没有。您就说都没有就行了。但是来说最近啊，跟各位报销一个这个好消息啊，爆料爆料。爆笑的好消息。这个不会被扣分吧？我师父不会说给他画一道。坏蛋们。就说来说我吧，最近来说也接到了一个好消息，嗯，一个广告来找到了我。广告？哎，对，可以呀。啊，一个护肤品，虽然不是，对对，不是给很多钱，但我觉得我这个广告我想接下来。这可以找你啊，护肤品也符合我的皮肤，脸多白呀。哎，对对对，就因为这个找的我。什么商品？就是搓脚石。搓脚石在你们家叫护肤品呀？保护皮肤的呀，怎么了？这多白，对对，不是，这搓脚石也找广告啊？对，人家呀就有广告之后啊，要一个大的这个宣传，有一个好的名头。哦，是啊，所以找到我了。行行行，我想把这个拿下来。但是来说，你看，跟副总在一块儿的，咱不能白了您。这个活儿虽然不大，挣钱也不多，我觉得咱一块儿来。我你太因为我发现你也没什么活。对对，确实真是我太感谢你了。我一直我就想干点什么多挣点。对了，人说啊这个是因为什么呢？都知道咱这个现在德云社比较火嘛。嗯，来了这个之后让咱给出个主意，怎么来包装，怎么宣传。来这个就搓脚石是吧？哎，而且名字来说让咱们自己起。起名字啊？那咱得好好起一个。您副总您说吧。叫名字来说你听您的。特别操脱脚石。你说这不是你德云副总，你没有点文化的水平吗？你这搓脚石讲究就得操啊！不行，你再换一个，这差了。就下村搓脚，你去你去捂那冷板凳吧，好不好？就下村，这都不行。哎，要我说，咱叫火辣辣，火辣辣，麻辣搓脚石。什么？麻辣搓？到时候弄一系列麻辣搓脚石，蒜蓉搓脚石。你这是搓脚石，这是小龙虾呀？这不行不行，你让观众记得住吗？不行不行。哎，这是食品，叫平轮搓脚石。不是，你觉得咱俩还不够臭吗？轮平，不是，这更绕嘴了。叫什么叫德云搓脚石？这怎么样？这个、名头大呀！这个这多这名头大，更容易让人记住，对不对？德云搓脚石，要不叫德刚搓脚石？哼，不要不要，这会影响我工资。好，那你只能去搓脚石了。哎，咱就叫德云，德云搓脚石，这还大，这稳妥。咱粉丝还多，以后观众都、嗯、啊，收我的搓脚石，这是我的。以后咱们再上台，台底下都扔搓脚石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刷礼物都看我的搓脚石。好好好，挺好吧？好好，最起码来说这个名头有了。嗯，然后再给这个怎么包装这个广告，广告的创意咱再想一想。是，提到搓脚石，马上都有点臭了。对、嗯，这创意来说吧，现在啊我已经分析了几路，因为咱们这个你看，这古力多的广告就是我给想的。你有词儿。古力多的词儿就我编的，你说两句我听。古力多多多古力多多古力古力多古力多，让您的营养生活更健康。
古力多您一生的选择。简单啊，他张嘴就来啊。还有那个咱赞助品牌华帝蒸烤一体机，既能蒸又能烤，让您的生活更美妙。华帝，您一生的选择。啊，搓脚石要搓脚，用德云。德云搓脚石还您脚的清白，德云搓脚石您一生的选择。哥，咱真接不住人家，人太火。张嘴就来，不是你光这句不行啊？一句你觉得太简单了吗？多新鲜，全苍白了一点是吧？什么都是您一生的选择呀？也是啊，跟他们雷同有点越啊，不太好。对。哎，来一这个，来一这个，我是你的什么？你是我的德云。哇，原来人家只是搓脚石。对啊，这样我就能天天把你捧在脚心。还捧在脚心，你脚会攥拳头啊？你这么说观众能记得住啊？不是，你这是老广告词儿。那你说有什么不会？老说我，你这嘿，你媳妇脚现在越来越细乎了，那是用了德云搓脚石啊。德云搓脚石搓出的脚就是细乎，我一直跟他说换块贵的，人家就不换呀。德云搓脚石明天见，德云搓脚石天天见，用了德云搓脚石，嘿，还真对得起咱这张脸。你错了。哎呦喂，我没想到你现在也学会剽窃了啊。什么剽？这都是老词儿啊。那老词儿观众能记得住能知道，一下观众能知道。不行，这不行，用人这人不乐意。来点新的，来这个，哎，来这个，我的草原我的马，我想咋耍就咋耍，我的脚皮我来搓，要多洒脱多洒脱多洒脱。不行，你这特别容易过气儿，时效性太强。对呀、啊，这也不行，来经典的，经典的片段让观众能记得住，好不好？来那个，来这个，五年。你知道这五年我的脚皮有多厚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不会搓吗？我只选择德云搓脚石，这个搓脚石我要定了，师傅也抢不走。我说的，这是我一生的选择。只是说这俩人会说相声就完了。哎，他们用的是相声的基本技巧。对，啊、嗯，没跑出大梁子，没跑出传统的东西去。嗯，不是。你在跟吓跑喽，就是太激进了是吗？多新鲜啊，不够唯美。这样再想创意有的是，创意有的是啊。咱来一个唯美点的。对呀，还得经典的。是，还得一出来就让观众能知道的，这样能长远了。新白娘子传奇，这可以经典啊，大伙都知道，而且唯美，两个人的感觉，这可以，行不行？可以，咱来这白素贞了。行，就来游湖借伞这一块。好，我来那个白娘子。我呢？你来搓脚石。我劝你，怎么了？不是像不像啊？不是，我怎么也得来点词儿啊？带词儿的搓脚石。不行，别，那你就不来了。你不，那你来小青行不行？那行，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，搭的桌子，现场表演一下。好家伙，改锤子了。音乐。怎么了？刚要开始收拾，毕竟咱们是蛇。蛇，对啊，蛇呀、啊。咱们这样就容易，就让人觉得太蛇了。啊，蛇哦，对，蛇，咱们是蛇，不能这么出来。对，是蛇，不能这么出来。对，这就怨我了，是有点对不起，有点草率了啊。是，再来一回。啊 ，music。您请。
怎么了？蛇干嘛？我劲头刚上来，刚有这劲儿。你跟这顾求什么呀？蛇要怎么说了？蛇不就这样吗？你这是蛇，你这是蚯蚓吧？蛇不就这样吗？咱们是经过修炼的蛇，咱们有腿呀、啊。这么好的工具不会利用了，怎么？咱们已经是蛇精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有点像蛇精病了。就是。对对对，这但是也不是怨我，我觉得啊，怨音乐，你知道吧？都赖音乐。这音乐太亢奋了，给我来一个柔美点的音乐啊！最后一回，来来来。他这活能落住？一分一分的，错了重来。Music。姐姐，青儿，你看今天的天气。青儿，你在扎着我。我青儿，你哪儿偷这么一把破伞啊？姐姐，你看今天的天气多好啊。是啊。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真可以这么说。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啊！什么叫死了几的清香啊？哎，姐姐是听一个说相声的这么唱的。别听说相声的瞎说。是桃红柳绿。哎，青儿，你发现这个要不唱还真不会呢。哎呦！完了，咱们要咱俩别上了，哥。我不想上了。咱们来点正文吧。好啊。哎呀，姐姐，哎呀，姐姐，怎么了，青儿？你现在的皮肤越来越嫩了。青儿，你的皮肤是用老抽了吗？我不行了。这是你多少年没脱皮了？1003年了。真是的，听我的，用德云搓脚石啊。真的好用吗？当然了啊，星儿，你听着，还有词儿呢。是谁在耳边说，脚上的皮很多，搓，只用这一块儿搓完了，就像敷面膜。搓搓，我劝您用德云，用德云有效果呀。姐姐不要再搓了啊，再搓您就没腿了。没腿正好啊。那怎么出来呀？咱们雇佣啊。这个